想想看啦，因为如果架构出来的话，其他相对就简单了哈。所以这个底下这个是我们刚刚用 VBA 写的哈，啊，这个31哈也可以用追踪的。好，也许这边再多一个变数吧，也许再加个什么，加个 R 好了哈，R 等于向下追踪啊。那个部分的话，就是说你要哪一个工作表向下追踪，所以基本上呢，应该会跟这个 Sheet 5i 是同步的。哦，啊，你向下追踪的话，一样从 range A2 向下追，所以其实向下追踪也许可以拿这个来改，有没有向下追踪？哦，那只是差别是哪一个工作表？哎，这样子，哎，拼拼凑凑就凑出来了。然后呢，你就把什么呢？把这个哈，哦，改成 and R，哎，这样基本上应该就 OK 了。好，应该也看懂我的意思啦。好，所以你会发现哦，基本上上面的东西都有啦，只是说好像感觉就拼图一样啊，拼一拼就有了。哦，它并不复杂，但是要懂得活用啦。哦，这程式其实说真的，程式真的不多，你会发现写来写去就这么几行，但是它效果真的还蛮显著的啦。然后因为你工作上面以后，如果你要一这样一样，啪啪啪，全部通通合并起来，对，然后如果你要再分割，啪啪啪，全部又分割。然后你要报表就有报表，要什么就有什么，哇，那感觉其实很棒的一件事情。OK，以后的话，人家要跟你要什么资料啊，你就根本不用等啊，而且你已经系统写好了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只是说你要多快给他嘛，对，你也可以选择嘛，对不对？哦，有些时候你也不能太快，太快有时候反而，哦，你可以再思考一下，把东西做得更好一些些。那所以做好之后的话，我们来试一下。基本上啊，当你写完程式不确定的话，你可以在这边设个中断点。啊，最好啦，因为我这边哈，哦，没有特别去写注解啦。不过我是建议啦，注解哈，哦，请各位自己再把它写上去啦。哦，这一行是干嘛的？好，哦，啊，每一行是干嘛的？我想，因为这个可能要养成好习惯。好，哦，啊，如果你都有这种好习惯的话，以后写起程式来哦，其实真的会是蛮愉快的一个经验的。OK，好，那写完之后啊，不确定这一行 OK 的，你可以什么让它执行，设一个中断点，好，然后执行看看，它一定会跑到这边嘛，哈，啊，我们看一下 F8，看一下里面是不是应该是多少，31吧，哎，对，31，好，OK，所以这样的话意思就是说，那一月份的最向下追踪是三，不过理论好像都31，所以这个好像。除非说你可以做一件事，就是说你可以把那个二月部分哈，把它怎么样，把它偷偷的删掉，删掉个几笔，哦，这样就不规则了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三月的话呢，也一样可以把它删掉几笔，好，让它月份里面不一样，哎，这样来去做那个效果就会比较明显一点，所以把它停止一下，啊，这边再把它清除，啊，如果笔数不一的话，哦，那就是第一个月是31。哦，所以让它全部跑完31 OK，那再来的话呢，二月份的话是不是31？哎，28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哈，哦，它来源 copy 的就不会是31了啊，哦，不然如果像刚刚的写法哦，哇，那每一次三不用31怎么办？就变全部空白了，中间很多很多的空白哦，那，啊，怎么办呢？你想说哦，老师以前有教过删除空白列哦，啊，再慢慢删嘛，这样感觉好像哦多此一举哈，哦，所以。底下再来就3月，3月的话好像多删一些25，OK，那这样合并起来的话，基本上呢，哎，也可以符合我们要的结果哈，哦。那不过还有一个衍生性的问题，就过来之后的话，日期哎，这都一、二、三，一直到30，可是这边也是一到30，那不对呀，啊。如果说我今天希望哈，哦，显示出来的格式啦，应该是什么？这个应该是2018年的一月好了，2018年的1月1号，所以这边应该显示，也就前面应该再串一个年，所以前面串2018的一月串在前面一日，哎，日期应该是这样子，可是问题现在不是啊，那怎么办？你要把它变 OK，好，哦，那怎么做？后续的话也许可以想想看嘛，反正工作里面都是会有这种。啊！突然间，你可能解决第一个问题，下一个问题又啊遇到啊，你就要一个一个过关斩将嘛，对不对？哈，哦，反正见招拆招嘛。啊，这当然没有标准答案啊，当然你就是按照你看到的逻辑去找到你要的答案，
有没有？其实这个应该蛮好写的啊，for i 等于第二列到最下面一列嘛，对不对？可是问题来了，不对，因为怎么样？我们应该是当它贴复制过来，一月就前面就直接加了，二月，因为你不能说全部贴完之后全部再来解，哎，不行啊，因为你贴过来之后的话，那你就无法分辨到底我贴的是一月，我贴的是二月还是三月了。好，所以这个可能还是要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解决这个问题？来试一下，然后面先还给各位哈。啊，这些问题都是活的啦，哦，所以我们尽量就是说，在一个可能工作上面会遇到的情境，我们拿来解决，而不是说很单一的。啊，如果是单一的，那很快就写完了啦，反正就照范例嘛，范例很简单，哎，每个月份都一样，最简单，因为不用向下追踪。可是，如果以后如果你会有这种情况发生的话，哦，那就可以把它快速改写，啊，快速的把你要的东西做出来，那你才有办法把像如果你即便要拿去给枢纽分析表帮你梳理，就帮你做分析哈，之前你还是势必要给他一个是符合正规化标准的那种格式资料，否则你要丢给他，他还是没办法帮你分析的哈。所以基本上的话，我们这些动作，其实我觉得 VBA 最大的价值就是它可以快速解决的是 Excel 里面并没有提供的功能，有提供的功能哦，可能你还是非得要做出它那个样子，它才有办法去帮你做后续的处理哈。所以请各位试试看哦，如果笔数假如二月、三月笔数不一样的话，那可不可以改一下啊？那可以改，试一下。我们先下课休息一下，待会再来看那个月份的部分哦。